当年你爹为了得到一本武功秘籍，从心狠手辣杀死一位姓贺的老者，那老者便是养育我18年的恩师。贺家老小11口人，尽死于你爹掌下，只除了我师妹贺文君，那是由我陪着在外求医，方才逃过一劫。我跪在师父灵位前发誓，要让叶家也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。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你一定是错怪爹了，他脾气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明年此时便是你叶家满门忌日。我心像孤舟一叶，奔在青海里搁浅，你的笑有微风带着我往前。青玉丝难配，这是注定，一魂一魄永相随，这是命运。是怎样的一个傻女人呢？你是不我不恨贺文君，真的不恨。我们都只是尽了命运，后悔的两个人当初说过的话，心许还记得我哥哥。这么多年了，他早已经去转世了。假如你找到他的今世，记得好好保重。我今生今世只等你，来生来世也。